韩团 Infinite 主唱南优炫三号在台大体育馆开唱，吸引近2000名粉丝进场朝圣，这也是他爆出罹患胃肠道肌滞留病症之后首度在台演出，格外引发关注。其中一位女粉丝自曝，在蜜月最后一天带老公来看演唱会，获得戒指后希望由南优炫为她戴上，结果被拒绝。南优炫解释，因为你只是我的前女友，把戒指拿去给你先生帮忙戴。更惊喜的是，南优炫邀请午间情的秋风则当嘉宾合唱 Kiss Me If You Love Me， 两人还互称大哥小弟。南优炫表示，因为非常喜欢秋风则因此对他发出邀请，更承诺未来秋风则办演唱会愿意当嘉宾，让秋风则笑说把合约先拿出来。 Oh baby take on me right now。